我觉得有点害怕呀，这么大个摩托车。啊，这是我的摩托车，坐到这里，身高一点，箱子不能带，车子的箱子是不能装，这个护杠也很担心。不过护杠大概能伸到这个位置，不会超过箱子的高度。我估计只能离开地面到这么高度，到这个护杠的这个高度，再高的话有点危险。我们只能把摩托车背到目的地，然后拿下来骑，再动下脑筋吧，尽量做得强大一点。设备先打了样，打了样以后呢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尺寸跟这里，不会有干涉，跟轮胎没干涉，我们就再拿去激光切割。因为激光切割这么大的材料费用很高，我们就尽量把它一次性搞定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样子没问题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激光切割。因为现在像这个跟轮胎的这些尺寸，我们都要把它计算好，不是它到时候怕有问题，到时候怕强度啊各方面出问题。刚才的拉片有点浮移，我们把它改瘦了点。刚才拉片算了一下，这个四片加起来一片是9.9公斤，铝撑下来是1公斤，但是我们要做厚，这个地方是2毫米，我们要做厚。做厚以后呢，还要用不锈钢，不锈钢是比重是8，这个铝嘛是2.7，是吧？8比2.7又要翻3倍，大概这个意思。后来等一会儿我们称称算一下这个重量，你重量也是个很可观的东西，到时候太重了背到后面也很怕的。刚才那一片嘛，做的比较浮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又做了一片新的，做了一片新的，做了两个透气的洞，然后呢这个是965克，然后我们换一下965，这是720克，一下就偷掉200多克，其实用不了那么高的强度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往车上装一下，比划一下。明天就去做激光切割，割回来了我们就可以焊的，就是这个基本上是完成1/3吧。然后后面的活还比较多，我们争取在出发前把这个活干。Thank you.
这东西够我焊两天了，事儿不少，而且焊接有变形，都要小心。加把油啊，把基础先打好，干活干活。现在我出了个题哈，就几个哥们儿他们也在这里玩，我们看谁一人做一个，看谁做的漂亮。你不要躲啊，不要躲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然后我就继续焊我的这个吊臂啊，好吧，弄了早点回去睡觉。个别地方有点倒下去，现在就把它敲一下，我就可以整个电杆的焊掉。焊掉的话，这个吊臂就完成。第一个吊臂焊的差不多了。
倒个脚，倒个脚，然后这里呢，因为有焊接变形，所以说呢，明天需要用绞刀把它孔绞一下，绞一下，然后再整，再用压机压一下，整一下，有点变形，然后还好。现在就是，哎呀，看明天。看一下，把这边这个完成，完成还整形，然后就开始做那个横臂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预留了一个可以拉的一个位置，到时候这里要做个横臂，用那个绳子往外拉，往外拉，把那个用那个绳子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拖车绳，拖车绳不是有九吨嘛，十吨的一个拉力嘛。那用那个拉力就相当于吊车的一个力臂来实现起吊的一个作用。好，不搞了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回家。今天回去那么晚了，今儿是星期六，太累了。看这个活能不能在走之前做完吧。我大概9月初出发。我们已经约得差不多了，跟亮子啊、森哥啊，差不多，就看这个活能不能玩。这个活不能玩，玩一半，我这个是一个万用的一个起吊架，三个用处：一是呢把摩托车升起来，二呢就是出去玩的时候，假设摩托车不想骑，也不想把摩托挂上去，可以直接把前轮锁在上面，把前轮提起来，然后呢让摩托车的后轮。摩托车的后轮是在地上的，然后前面就用这个吊臂把它起吊。好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不想挂摩托车，也不想挂摩托车前轮，就可以装个箱子装在上面，装个箱子或者什么猴爬杆呐、啊，反正很多东西都可以往这个上面装。啊，就是出去以后还是很方便的。我会做一个拓展这样子，现在还看不出来。要一步一步，我现在这个图呢只是提前了一步，然后边做了边做一些微调，反正大概就这样子。行，太晚了，晚安，拜拜。